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无限法则系列影片，我是乖儿子。海岛、雪山、沙漠，让你一次满足，没有错。在这周更新，官方把限时活动做了一些调整，如图海岛和雪山各有两天的活动时间，而4V4团队石头共有三天的时间啊。不论你喜欢哪一个图，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调整，你应该都能玩好玩满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活动时间为每天晚上6点到10点，4个小时，得好好把握。以上就是限时活动的一些调整，最后还有一点特别牛逼的活动，哇 ，amazing！ 黄金摩托车啊，超帅！在商城有上架一个500EP的福袋，就是长这样，5种颜色等着你去抽，而其中的大奖应该就是金色吧？有没有抽到的伙伴，赶紧留言分享 ，OK？ 那我们马上进入后半段实战吧。久违的滑翔翼部队，广阔的沙漠任你飞翔，希望各位看得愉快。那个是少部分。哦、oh, okay.。这里一只大坦，他们都没枪。好，他们几个、啊？两个，我只看到两个，然后都没枪。他们是刚复我，我飞到这栋哦。靠！还跑？拉雷拉雷，我拉雷了。我也拉了。哎、欸，米菲，你那栋好像也有吧？有人，小心点，近点。哎、欸，我看到，找，找到，找。好，举报。赶快救，赶快救，还有人。好。我傻眼。怎么了？我走这么辛苦的房子的阶梯，然后飞下来才被一小段。哼，米菲好会飞啊、哦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！为什么你都可以飞那么久啊？为什么你都可以飞那么远？从顶楼，不要滑下去啊！一样按一上去就好，它就会可以越飞越高。整个人就是鸟。哦，你们有开技能是不是？开什么技能？就那个飞起飞啊，原地起飞那个、啊。我有推进器。OK。开始等待太高。脚要忍在你头上哦、喔啊，还是我最快。其实我才是最快的嘛，真的是哈。可以嘛？飞太远了、欸，飞太远。又有鸟哎、欸！哪里来？我看到了 ，OK， 这个离我越来越近了 ，OK， 他要倒地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就刚刚那个、欸、，Big Dog，Big Dog。看下个圈吧，哇，米菲撑住，哇，我靠，不行，我救他，我救他，别，好摇，他们想到我盾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受不了了，我有点扛不住了，小来了。这有透明墙吧？这打不到啊。另外一只打不到。你讲，晚攻就必须在晚攻跟他们打。啊？这有点邪，怕你会被打。打开。很好，肯定被我在这哦。后面也在打你，后面我操，右下吧，这里对，网攻里面剩一只，你有飞的了吗？我们直接飞吧，我找一只，走，飞到他那里，我来。结束，我挺个包，然后我们准备进。我要起飞了，我要起飞，直接
穿梭，直接穿梭。靠，我这个转弯直接进圈哎、欸！啊，很 nice。哈，我头上。我还有一台 old bike 啊。变不了，又有 TS 要，不要跟我开玩笑。这上面还有，水哦水，我靠，这游戏好猛！我靠，准备的吧？剩 TS 跟 LG 吧。网攻有人，网攻有人，不行，我先飞走了。我们非要防区这里，不要不要，不、哦，不、哦，他把他炸死了，往公上面死了，小赖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没背到，我没背到。好，人在这里，我看到了。好，睡哦，兄弟，你很猛，谢谢你。要感谢这个，哇，手雷达人，感谢他。十分谢。不会。周琦，做好被扫射的准备哦。因为我是要往，我是要往敌人的基地开啊。哎，刚刚飞过来这边捡，来哦，想一下他的路线，他会怎么走。我靠！巴雷特，在上面那个门禁点而已。哎，近点，走。他这还在观察我们哎，残忍。就他一个吗？不可能。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他不是巴雷特啊。他有什么好料的？哎。一楼。一楼是不是？对。往左跑啊！可以往前，可以往前。看，完蛋了，我看错枪。他是往这一栋跑吗？对对对，他往这一栋。OK。小心点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、哦、靠！啊，都在小房子里面。外面在扁，外面在扁。这边有火光，这边有一只金雀。点点。你要过去了吗？想说等那个，等他回来。我在这里看着。好。还敢救哎、欸哦！死了死了。那边只死了一组。哦，不知道，不在房子里面吗？没有没有，他们在外面。哎、欸，好像是他们打完了，然后胜者被我干掉了，所以应该是没了。哇，好像哦，好像、哦，一切都是好像。好、哦，这个烟雾有点诡异，还是不要过去好了。嗯、我先勾房子。算了，我觉得我们就走吧。我觉得搞，哎、欸，有人，还有人，走。对，近点的，近点的，慢慢来，没关系。我看左边，小孩，我们这有人哦。他队友死了。靠右，靠右。对。完了，我这个输出。乖乖乖！来了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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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极限嘞、欸，准，即刻救援，可以。Nice， 我刚屁股两只的样子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快跑，快跑，二十秒哎、欸。他怎么掉到拳馆？有没有人会去捡呢？有人在捡，不好好待在圈里面，还跑出来捡呢、欸？哎，哎呀。OK， 卡一点。没有勾是不是？哦、oh, ，对。我知道、哦。飞起来。总共有两枪。两枪。哇，好猛、喔！圈。哦，还有是不是金雀吗？不是飞过去了吗？他死掉。哦、oh, ，就他，你就说他。我、哎 oh, 靠，要下一圈。两个都在蓝标后骑脚踏车的，哎、欸，不是骑脚踏车，大闪一个，找一个 ，nice， 打鸟，哎呦，是不是 ，nice。Bitch, I'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. When nigga had nothing to do, I was idle. I was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. No, but climbing high, we ain't on.